早上好，你睡得好吗？嗯，你有没有带你的校服呢？没有。那我们跟温娜抢借好不好？好。温娜抢。Can you lend Travon your uniform? We don't need school wear. Yeah, at school. 那虽然我们不用穿校服去学校，可是还要穿得整齐，对吗？对。好，那我们要换衣服咯，走吧。OK, let's go.学生们通常都会步行上学去，那莫娜也会陪着邻居们一起上学。那大年纪的学生们呢，就会照顾比他们小的，护送他们上学去。除了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哦。这是我第一次走路上学，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一起走路上学校。走路上学的时候，我也看到猫伏鸡，猫伏鸡很漂亮。日本小学的每天早上，老师和同学们都要一起跑步，在灌输健康生活的同时，也让同学们更加的合群。在上课之前，学校都会让学生唱儿歌，让大家更加开心，非常特别吧。I am Travon. I'm 8 years old. I'm from Singapor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我第一次在课室里面，这么多日本小朋友看到我，我觉得很害怕。日本的小学叫做 Shogakko， 这是小学校的意思。同学们修读的科目有日文、数学、科学，还有道德教育。在这里，小学的课程也多以游戏来灌输知识。看大家在认识水果的名称的时候，玩得多开心。而这里的班主任也会全程地跟着同学们一起上课，好像英语班，班主任虽然没有教课，也会陪着小朋友们哦。Slap your arm, jump up high, wiggle your fingers and reach for the sky. OK。我喜欢他的课室，因为很热闹，有很多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和玩游戏。Mona 在班上的时候有好好的照顾我，因为她会跟我讲要做什么。啊，吃饭时间到了，嗯，好不好吃？嗯，在这里吃饭哦，跟你的学校吃饭有什么不一样？我的学校是吃在餐厅的。嗯，在餐厅吃的，自己买东西吃的哦。嗯，在日本的小学，午餐是学校供应的，学生所吃的东西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的挑食。老师也会在课堂上讲解食物的营养成分，所以同学们也能够多吸收一些普通常识。午餐休息之后，同学们开始劳动了，清洗学校也是同学们需要做的哦。从小就培养不怕脏，为自己使用的环境负责任。慧芝被编排到哪里呢？我第一次洗厕所，我觉得很好玩，可是也是很累。毕业 lesson 很好玩，因为他们的游戏跟我们的新加坡游戏很不一样，然后我没有玩过，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很好玩。我觉得他们很有体育精神，因为他们输了他们还会跑回来到比赛玩了。上完体育课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不可以，我还要帮 Mona 做东西。做什么啊？就是帮他做东西咯。Mona 下课还得当图书馆管理员，难怪慧芝得帮他的忙。How can Siobhan help you? Put the stamp. Put the stamp on the book. Not the card. Oh, on the card.这里的图书非常的丰富，同学们也偏爱阅读漫画，从图书中吸收基本知识。看他们投入的模样，就知道他们对阅读的兴趣是非常浓厚的。他们的图书馆和我的图书馆很不一样，因为我的学校的图书馆，他们都会安静的读书，然后日本的图书馆，他们也很吵，他们一直讲话。Sure, no problem. Yeah. 可是我们帮忙之前呢，要记得先洗手，卫生第一哦。走。身为一名英语补习老师 ，Rika-san 的时间非常有伸缩性，他经常都下厨煮菜给一家三口，而女儿 Mona 更是他的好帮手。而今天厨房里多了这位新同学，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忙呢？Is this your first time helping cook kitchen? Yes. Okay. 在桌上的这些美味佳肴呢，就是 Rika-san 今天为我们准备的晚餐。So Rika-san,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to us the dishes you have cooked tonight? Okay. So first, this one is the tempura of sakura ebi. This one is sashimi.Egg? Yes. Okay. We call it shirasu. Put on the rice and eat together. Yes. And is it tuna? Shall we start? Yeah, sure. Itadakimasu. どうぞ。是那个樱花虾，吃看看。好吃。可以啊，这样就可以了，就这样。你有没有试过日本的芥末？来，放一点在上面。Spicy. 不是，它不会辣的。来了，吃芥末的反应就是这样啊，我知道了。Cheers, 乾杯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meal. Thank you. 嗨，大家好，我是黄慧，欢迎回到牙刷护照一起飞。我现在是在日本的静冈县，那我们的小朋友谢慧芝 Siobhan 在这里已经待了两天喽。知不知道他今天会做什么呢？你想知道吗？那你就跟我来吧。Hi, ohayou gozaimasu. Oh, I see that you are having your breakfast.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Rika-san, I know you have planned a day of activities for us. So after breakfast,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Yeah, today we are going to the nature adventure. Mona 在学校也是自然学会的学员，他们经常在附近的山丘与树林里寻幽探秘。同学们学到的不只是自然界的奥秘，同时也培养对周围动植物的一种审美观。原来啊，在我周围的这些树呢，都有600多岁喽，它们就叫做杉树。你们看，它们是不是很高很直呢？哎，慧芝，你看那个，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知道。它是树蛙的蛋。那青蛙把蛋生在树上的时候呢，慢慢就会孵成蝌蚪，也会随着雨点掉入水池中。那慢慢呢，它就会变成青蛙咯。真的？有没有？日本文化里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共处，这样的栽培自然是从小做起。好美
小朋友在懂事之后，就会被教导如何尊重以及爱护大自然，所以在日本，环保的意识非常的强烈。在我身后就是静冈县御殿场最古老的一间神庙，你们看它的外观，是不是跟整个大自然非常的和谐呢？我没有去过演出，这个是我第一次，我觉得很开心，还有很害怕。我们一边走着走着，我看到蛇。啊！我看到那个小朋友抓蛇，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勇敢，因为他们拿那个蛇不会害怕。别怕别怕，让我们去玩一个更刺激的东西来压压惊吧。试了第二个秋千，我觉得我好像长大了，是一个很好的经验。Siobhan, this is a place we sometimes catch fish. Wow. So, I have a little challenge for you. So, can you get down and get some fish for us? Okay. Very cool. Wow. 我第一次踏进那个水的时候，我觉得很冷耶，因为那个水很像冰这样子。钓鱼也是这家人的爱好之一。慧芝真是幸运，这样的活动对于都市里长大的孩子已经不多见了。We have a dinner. Yeah, I got fish. I got dinner. Yeah. 捉鱼的时候我很用心，我就忘了水有多冷了，因为很好玩。我们玩了一整天，终于可以歇一歇我们的脚，在这环境清幽的地方享受我们的午餐了。而这个午餐呢，就是 Rika 上准备的哦。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preparing the bento for us. You're welcome. Thank you.、Yeah. Shall we start? Hey, いただきます。清幽的环境，田野的香气，这里真是个野餐的好地方。看来不只是慧芝，连我也不想回家了。三天下来，小宝住在 Mona 厂的家里，我相信这个经验对他来讲应该是非常特别的。嗯，我们马上来听听他，看他有什么话要说吧。嗯，哇，啊 ，She really misses you guys. Okay, it's okay. Mona 厂姐姐真的很照顾你，对吗？她是不是真的很像你的大姐姐？是哦 ，She says you are really like a big sister. 你有什么话要跟她说 ？Can you don't forget me? Yeah. I don't forget you. 我们打勾勾给这里。不然我们先交换礼物，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联络。你看，礼物上面还写了 email address。还有电话，好，你亲手交给莫娜莎，好不好？哦，哦 ，Nico Nico， of course you like cats a lot. Yeah. Do you like a present? Yeah. 嗯。哦，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我们先猜你的礼物。哦，是什么来的呢？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有熊。嗯，有梳子，还有这个可以写字的，什么颜色？蓝色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对不对？我想跟他们说谢谢，他们照顾我，我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以后我要带爸爸妈妈来跟他做朋友。我们还是有机会再见面的，好不好？要开开心心的哦。牙刷护照一起飞，嗨。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咯。你想知道我下个星期会去哪里吗？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同一播报的牙刷护照一起飞。